大家好，我是老杨。你看我们今年东北呀，往年哪有这么热呀？27、28度那是最高的，29度那达到顶峰了。今年达到30多度呢，是不是？35、6度了。啊，今年34度，空调有，风扇是基本上大小风扇都能多小。热水袋也是。热水袋也是一样，就是住平房的，家家都得安个热水袋。本身要想买40的热水袋，看人家的哈，我去找了好几个店，没找着。卖光了，今年你甭想。不买呀，往年我买往年哈，兄弟不用冲凉了，没事儿。对呀、啊。但冲凉它也冷啊，27、28度呢，这几天的过去一个礼拜。嗯。这咱在直播间还跟大家说，叫大家来避暑。别来了。人家没想到又打脸了。哎，这个搁这没事儿，不耽误，不耽误。我说可以叫黄文香坐着洗澡，躺着洗澡。去你的啊！可以搁这按摩。其实它就是个黑色的热水袋，吸热哈。对。然后里面水就热乎了，就可以洗澡了。对，就是晒的，纯太阳能热水袋。顶上老晒了。加水。看人家多会找布，这是我们之前上虎林参加电商节，人家给的背景布，这拿回来还挺，就是不知道干啥用呢哈。你看这用上了，天天搞活动。对，哎呀妈，这车上跟汗蒸一样。你等一会儿，等你爸整好了的。哎，这车里面跟蒸笼似的。哎，你不要汗蒸吗？你可以坐一下吗？嗯，坐一下。你可以汗蒸。烫屁股。汗蒸。哎呦我天哪，真美哈。这大门宽。厉害吗？厉害。给我的小车车找了个好地方。嗯。啊，这儿的话太不能。摸烫不烫手。哎呀，我一进去烫屁股，我都不能给坐那会儿。哎，我厉害吗？厉害。进来了，嗯，进来了，我都佩服我自己。嗯，过两天整塑料布，现在因为整上塑料布，现在太热了，本身就太热。上南方避暑吧。你去南方，南方也热。你要现在扣上塑料布，这里边跟蒸笼似的、嗯，咱家那个屋子你都没法待了。嗯。现在只有这样式，等到所以扣了个遮阴网、啊，然后把我的车搁进来。啊，过一阵凉快了，天凉了。对，冷了，那时候扣棚啊，嗯，扣棚屋里也暖和。塑料布也太热了。哎，你现在扣塑料布，那还行。我们家反正后院的框架就是这个样子了。嗯，一切从简。哎，这当个小门呢。挺好的。我给你养养得了。哎呀，这水晶呀，真舒服。这太舒服了，这柿子。这东北的简易浴室，我带你们瞅瞅，来，上这里瞅瞅。到时候喷头在这儿哈，嗯，直接，这水现在就已经温乎了，嗯，到时候下午就可以在这儿洗澡。你得加凉水洗，不是得加凉水？你不加凉水？不过你家这洗澡盆这挺敞亮，得亏前院没人。你说前院要有人，这家伙挺尴尬呀。不过还行，挡着了。这样他还得整帘儿、啊，到时候整个帘儿，嗯，然后一盖完事儿了。想整了，行，还得整吧。就是买那热水袋20块钱、嗯，洗个4、5次，别说4、5次，洗个1、2次就回本了、嗯。这两天太热了，绝对回本、嗯。太热了，我准备上南方避暑了。这两天好像南方降温了。好，我是小刀，今天我们一行人来到虎林，然后跟我舅去提车，沾沾喜气儿。我们早上是坐火车来的，然后晚上的话直接就坐着我舅的那个新车回端红了。今天没带我爸，然后准备给他买两件新衣服。为了我老爹的话，你想买啥根本就不可能，这个不要那个不要，跟你倔倔哒哒的，不带他我们可以自由发挥。170，再没有比这小的。回来你就逛就行了，逛完了还咋的？有点长。就是有没有短？爸买衣服的，他姑娘是。他来的话，啥都买不了。这个还行，我看这还行。哎，挺好。我觉得那个黑的好。这个色儿好。这个长。有点长。嗯，有点长。但是这个颜色还是比那个黑好。不适合我爸，我爸喜欢那个。嗯，对。那就拿那个吧。嗯，那就拿那个吧。你不给我
半码鞋。这个你给我拿一个。你觉得哪个色好看？你啊，还是白色好看。白色的。但是你家里有个有白衣服，感觉有个样。你喜欢就好。那拿白的吧。咱舒服啊。啊，我以后是打算运动的人，我跑步去。行。有短裤吗？没有短裤。女的。没了。卖没了。你们这两天太畅销了，是吗？欢迎光临红圈儿。好事儿。东方红了，红圈尔克黄了，然后看树林还有，连这儿两天生意老好了。完，你也来消费来了。的人络绎不绝哈，我就是现在在那儿买裤子呢，然后我们在这等等他，他们自己的店员也说是从来都没有这样过，好多货都卖脱销了，你看多多人哈。我舅也买了条裤子，人家俩人买的裤子衣服，人家高兴坏了。你们都没有，就我和我舅俩。看走走瞧瞧，往屋里走，往屋里看。看来虎林有一种进城的感觉，人这还有蜜雪冰城。人家说山炮进城，腰扎麻绳，买瓶汽水，不知啥名。我爱你呀，你爱我，蜜雪冰城甜蜜蜜。你去唱一个，然后他就给你免单。他说你赶紧走吧，我受不了了。卖米糕，刚刚还看到有卖杀猪菜的，在这边。姑娘甜吗？我甜吃。我吃一个。对。就拿点绿吃的都吃，我自己装一下。行，自己装。来，十五块钱。来20块钱。不要不要。自己家有姑娘，地里不吃，跑这儿来买。那个没有这个熟的好。哎呀妈！你再等过段时间就都熟了。你看这块卖便宜，你看这块卖它就10块了。啊，这边10块。你们这在这买橘子呢？我这三三年。天天虐狗，在家我爸和我妈虐，这出来我就是阿姨虐。他们买，我吃。你看男的来了干啥？就拎包的。三十三号。好看吗？看看啊。你叫啥牌子吗？鸿星尔克。鸿星尔克。啊。哎呀。就是给河南捐款那个，我们去哈，老多人了。就别的店可能都没啥人，他呢络绎不绝的。人说了，现在已经乱落了，不卖的。啊，这是最小号了，你这个实在不行，你别腰里嘛。别什么腰里，就这样式行。哎，不显腿短吗？短短的呗。哎，实在不长腿的。这是左单筒，这是右单筒，这是空间儿隔壁的嘛。你这件衣服挺好看，穿衣服会不会走道啊？他送我，他走道会走。